四个不够，要五个。老公落 order， 千亿媳妇徐子淇狂追逼。网民生孩子的奖励应该会升级成送到吧。说起嫁的最好的女明星，你会想起谁？李嘉欣、叶玉卿、林青霞。数最有名又嫁的最好的一定是她，徐子淇。这些女星都是选择嫁给比自己大的富豪，而如今的徐子淇与她的千亿富豪老公的现状更是羡煞旁人。已经是四个孩子妈妈的她，仍然还要帮李家开枝散叶在追逼。1982年出生的徐子淇，凭极漂亮的脸蛋、雪白的肌肤和火辣的身材，成功从模特转为一线女星。但这时正值事业巅峰的徐子淇被李兆基之子李嘉诚看上了，也是因为有着千亿身家的李嘉诚最终打动了徐子淇，徐子淇就风风光光地嫁给了香港富豪李兆基家的二公子李嘉诚。婚礼在雪梨举办，据说耗费七亿，被称为世纪童话婚礼。他当时的钻石皇冠、钻石项链和婚纱等加起来超过1400万。在婚后，徐子淇也是享受着富门太太的待遇，豪宅、豪车、私人飞机接送，两人也经常在公开场合秀恩爱。不过虽然已经36岁，但徐子淇也是性感不减当年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背负着巨大的为豪门开枝散叶任务的徐子淇，如今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，也是拿到了数亿红包、几栋别墅、豪华游艇等等的奖励。而徐子淇表示，丈夫还是想要第五胎，我们正在努力中。